过，努力燃烧自己，只为你爱过的依托，我飞了。那我看看有多少人，还有楼上的朋友吗？希望你们今天晚上都愉快，谢谢。接下来马上要有请这个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制作人曾经说过，他做了这么久的节目，见过了最帅的一个男生了。哎呦，我知道了。掌声有请邓宁。有请。邓宁其实一直以来呢，在整个星光大道当中算是所有的人都还蛮欣赏，但是一直都很担心，觉得你状态好像一直都不是特别稳定，是吧？对，我是属于那种状态时好时坏啊，所以经常都有让工作人员啊他们担心。听说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他有一些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对，就是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因为经常发挥得很不好，然后因为去之前呢，然后这边的工作人员都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希望我能表演得很好，结果去了以后一场不如一场嘛，然后前面四场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很配不上这个舞台啊，就觉得哇，我干脆就不要唱歌，然后跟他们提出说我要退出星光大会。然后就所有他们所有东南卫视的工作人员都每天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电话里面安慰我，鼓励我说你一定要找到信心。所以我又再回来。对，所以其实邓宁是很多我们这个星光大会当中选手都曾经有过一段的经历，在舞台上可能有的时候会自己不认得自己，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上的责任特别的大，而且他是个很孝顺的人。我们也要代表星光大会感谢你，因为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这一段时间可能演出就会比较少，所以就家里都是他在养，你们知道吗？所以要给妈妈去寄生活费，反而就因为这个有拖延。对，所以最近两个月都没有给家里面寄生活费，所以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好像。对啊，但是其实在东南卫视有这样黄金时段一直让你把你的歌声展现给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值得的了。对，我因为有很多朋友慢慢的通过星光大会认识我，喜欢我觉得当他们说邓宁你要加油啊，我很喜欢你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付出再多也挺值得。对，他真的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男生，刚才其实我们跟他担心都是多余的，他除了就是外形帅帅的，唱歌跳舞也很棒。今天据说是也是要歌跟舞结合在一起的，是吧？对，也是希望来了之后呢，因为就一首歌嘛，希望也有唱也有跳，希望大家就是互相之间有点互动，大家看得开心一点。好，什么名字？叫做万夫莫敌。万夫莫敌，掌声有请。
有一天在这里大声地唱出自己。耶耶耶耶，仿佛我的球迷是真球星，只要自己不放弃。是这个舞台表现力一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再次把我们这一组的星光石奖励两位选手请上来，包括再次请上仙子，欢迎请。我觉得他们表现都很厉害，对，都把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声音唱出来。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吧。对，加油加油全场。也希望再次记住他们的名字，魏如云、林道远还有我们的邓宁。那做